杨幂日前宣布离开经纪公司嘉行传媒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关注。近日她主演的新戏《哈尔滨1944》海报释出，就有眼尖网友发现，杨幂在该剧中是第二主角，海报中领衔主演一栏，第一个名字是秦昊。网友们就认为，杨幂离开老东家后，资源和番位都降级，沦为二番咖。对此，杨幂罕见公开回应，她发文写下：“能打动一个演员的，应该是好的剧本、好的角色、好的搭档、好的团队。演员首要任务是角色塑造。”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席位，每个角色都有存在的意义。这个时代是金子，就一定不会被掩盖光芒。而那一排名字的顺序都该为角色让位。高 EQ 的回应让众多网友都大赞，这才是演员的格局，也让杨幂再度圈粉无数啊。